桃园机场第二航校的话，注意看一下，最近呢出现一个造型可爱的 Kitty 的机舱，不只是外面卡哇伊，就连里面呢也都是全部粉红色的设备。最新款的电子报到系统，让民众呢只要放进护照就可以办理自动报到，还有不同款式的 Kitty 的造型登机证，让喜欢 Kitty 猫的旅客爱不释手。抢着和 Kitty 空姐 Daniel 机长合照，小朋友好开心。怎么会在机场大厅出现这个可爱造型的机舱？里头全是粉红色，实在很卡哇伊。到底里面是什么？仔细瞧瞧，四台粉红色造型自动报到机，只要按照指示放进护照，再输入班机号码确认身份后，就可以出现不同图案的 Kitty 机票。回到了桃园机场，它有一个新的景点可以让他们看，主要就是这个 Hello Kitty 的一个飞机的机舱的一个造型。新款的自动报到柜台就在桃园机场二航下的入境大厅，就算要出国晚到机场，只要到飞机起飞前一个小时，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受理登记。它的设计你满意吗？这样子？设计还蛮满意的啊。最喜欢哪一部分？最喜欢哪一部分？都很喜欢啊，应该是 Hello Kitty 迷都会喜欢吧。太可爱了，就连轻熟女也爱不释手。好康的不只有可爱机票，就连登机后也都可以享有机上的免税商品额外折扣。航空公司要趁着过年假期抢攻客群。中央新闻黄楚华、蒋承慈，桃园采访。